球开会是最烦的，在火星开会是最爽，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。我们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，要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和银河酷鱼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奶粉、地球宝宝都爱喝的海普诺凯1897独家冠名播出。是的，本节目由强者座驾捷途 X70 Plus 特约赞助播出。哎，真有点神仙开大会的这种感觉啊！蟠桃盛会啊，有点感觉啊。薛之谦好棒啊，办了古装之后，两边整个扯成丹凤眼了。是吗？你觉得你自己好看到哪里去呢？我真的还行吧。哇，你像妖怪一样。你个葫芦娃。杨哥今天画了眼线。对。哇，真的哎！天哪，好恶心。我们东厂一向对局长忠心耿耿，如果你要是在这儿妖言惑众，你不怕掉脑袋吗？局长也是东厂的。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啊，今天这个鳌拜。我想问一下，鳌拜最后一期的有必要整成这样？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在这儿录吗？不是，我输了嘛，打赌输了，我遵守诺言。我们今天不光是服装特别隆重，而且我们今天也是王牌特工积分赛的最后一场。刚才呢，我已经看到了那一份奖品。哦。东西虽然不大，但是熠熠生辉啊。在平常地球上你是看不到的。快说漏了，快说漏了，局长。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能讲啊！好想要，好想要的感觉。鳌拜，你跟那个孟辰还要不要再打个赌？赌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你输了，你的微博头像要换成你这个鳌拜造型。好，可以。那如果你输了怎么办？如果你输了，劳务费免费。第六季劳务。哇，这个狠。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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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孟辰输了呢？孟辰输了就是换微博头像啊，有点太包庇了吧，局长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是这样啊。我本来就不贵，还免费，一季嘛，半季，我们能省就省。你们在干嘛？我很便宜耶，你们连这种便宜都要占？两期不收费总可以了。两期 OK。你既然两期这么爽快，三期应该也没有问题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开心就好了。你们开心就好了。敖犬现在的表情已经不是综艺节目上应该出现的表情了。两期 OK。耶耶耶！为了体现我们这一届的王牌特工诞生时刻的重要性，我们又一次把一位我很喜欢的这位老特工请回来助阵。我们欢迎汪聪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个角是绝对的关系户。你来助阵什么？其实站在这儿的不是我一个人，站在这儿的是前锋、雪芙、宇哥所有的老特工啊，就是我作为他们的代表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是你代表他们是吧？对。哦，凭什么？对呀，人家叫你代表了吧？哪里来的自信？其实真的能够找到这几位老特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，特别是宇哥，他住在了一个神秘的小岛上，不接电话，完全进入到一种非常舒适的自由的一种状态，连他的家人都找不到他了。宇哥是离家出走了吗？连他的家人啊，他的经纪人都不见得那么容易找到。要不要去救他们啊？啊，在岛联系不上大家了已经。我们今天除了现场这么多高级特工以外，我们其实还有非常棒的这个中级特工。我们中级特工有方嘉怡，还有我们的张伟，哇，好好敷衍，连头套都不做。还有我们的甜蜜张谦，以及我们的 Summer Dragon， 乐思涵，哎呦，哎呦，蛮帅的啊。头顶莲花，真的啊！到底是签了跟没签还是不一样？对，你看陆思恒是签了银河酷鱼的假发套就好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正式开始会议。杨迪副市长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提案，你怎么要上劲儿是吧？对对对，我要开始。我发现了。对对，三、二、一，走！我发现。差点扇到局长了，局长，我躲得快，我躲得快。我发现。地球人经常急中生蠢，哎，不是急中生智吗？对啊，因为有些事情事发突然，没有办法马上把思路理得非常清晰，以为你自己当时想的那个办法非常好，结果反而是一个非常蠢的办法。我就先给大家讲一个，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容易出现的一个类型，就是小时候背着爸爸妈妈做一些事情，以为爸爸妈妈不会发现，你急中生蠢的事情。什么事？小时候父母不在家的时候，同学们会约到一起看电影。哪种电影呢？大片儿。
就是大人看的片儿是吧？不是，当时有一部片子非常非常火啊，《泰坦尼克号》，大家都知道。啊反复观摩，画画那段很漂亮，艺术感很强，不停的反复放大，哎，没有，好死不死，那天妈妈突然回来了，哎呦，那个时候是切换那个视频频道的，灵机一动，直接切到了电视频道，就想说我们假装在看电视就 OK 了。凌晨1:30，妈妈一开门，5个男孩坐在沙发上，戏曲频道，让他妈妈。凌晨1:30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在看戏曲频道。阿姨，我们在学戏。天上掉下个李妹妹，是一朵情。但是以前看录像带的时候，它那个音轨它是和那个家庭影院是套在一起的啊。天上掉下嘛 ，I love you， 李妹。中间会穿插那个电影本来的原声 ，Jack Rose 就听到了 You jump, I jump, 李妹妹死一刀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小时候就是这天，哎，爸爸妈妈不在家，他们出去玩了，你到我家来住吧。啊，可以可以，天气很热，大家就男孩子嘛，光着膀子穿个小裤衩，两个就睡在铺着凉席的那个床上。这个时候突然间门响了，开门进来。其实两个男孩子应该不会觉得有什么尴尬，但是我那个朋友偏偏就怕家长误会啊，翻身起来啊，灯都没有开，顺手抓在床边那张报纸，二郎腿一翘。妈妈进来了，把灯一打开，哎，阿姨，我在这看报纸。让妈妈说打扰了，告辞。他就觉得特别的蠢，那一下很蠢，其实没什么事儿。妈妈出去了。老公，儿子别了。哎，就你以为是急中生智，但是在大人眼里就觉得是好笨啊，特别特别的笨。我也是小时候急中生蠢，小时候就是特别想养宠物嘛，就求爸爸求妈妈求了好久好久，然后他们就终于给我买了一只，但是条件就是你如果要养狗的话，一定要把狗教好，要让它去外面上厕所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说我保证把它教得很乖。我爸是不经常回来，我经常反正你挑个皇帝远的，管不了那么多，对吧？对。结果有一天我突然也是听到脚步声，就是我爸的脚步声，开门了。啊！那个狗好死不死，在客厅中间拉了一坨粑粑。啊！怎么办呢？我当时真的我觉得我好聪明啊，我就把狗一踢，狗就跑到那边去了，我自己把裤子一脱，坐到那个。哇，好棒哦！不是，你爸爸就看到你在客厅拉屎，他也没说什么。爸爸说没有。是你在拉，不是狗拉就好。